体集合。今天各组训练表现欠佳，尤其是女特工班竟然被人擒获，如果按实战要求，你们都将成为刀下之鬼。唐教官，你该做如何解释啊？卑职无能，愧对长官在内。特工班出列。愿听长官教诲。都是饭桶，你听着，每天增加两小时的强化训练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现在开始练习匍匐前进，头不要离地30公分，马上行动，开始。你头不要离地30公分，听到没有？不要命了你！继续，快！要的就是你们的速度，像你们这样的，哼！说你呢？我实在爬不动了。不许说话！平时不努力，暂时要你们的命，知道吗？快！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Thank you.
我让你跑。站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想跑？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阿静！快来人啊！放手！哎呦，路见不平拔刀！哎，侍卫。侍卫，你他妈你等着，非扒了你皮不可，你等着。是吧？跑来你说你先谢我，他妈的不想活了，敢他妈动老子！哎呦，哎少爷，少爷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少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回屋。哎，走走走。我去学校接你，可你先出来了。我就怕陆天风拦我，就早一会儿出来，没想到还是让那个混蛋给追上了。少爷，这是谁惹您了？生这么大气啊？阿静，妈的，这个小妖婆，你们去把她给我抓回来，还有把那个叫侍卫的也给我抓回来，老子非宰了他不可。去，妈的！哎呀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老二，快带人去！有事，走走走走！你消气，消气！大姐，来串糖葫芦吧！阿静妈，这学校里我都去找过了，那里的先生和工友们都说，一放学阿静就离开学校了。你说这孩子他能到哪儿去呢？不会是让坏人给害了吧？不，你可别这么想，千万别这么想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去。哎，别，我们等等再说，我们再等等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你要想得到阿静啊，我倒有个好主意。您不妨先到阿静家去拜访一下她的父母啊。这事儿啊，兴许好办些。我听说阿静啊是个孝女，最听父母的话。你要是能说动她的父母，这事儿啊，准能行。哎，好，你快去准备些礼品，我马上就去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说实在的，我这几天在学校里见不到你，就像少了点什么，心里啊总是空落落的。我也是，一边拉车，眼前啊就是你的身影。那你为啥不上学？我也想上学，可是家境不允许啊。阿静，我以后天天都来接你回家，省得他们再来找你麻烦。反正我每天都要拉车。谢谢你帮助我，可是我不能总耽误你挣钱呀。不不不，没什么没什么，真的，我就是想每天都见到你。傻呀。走吧。哎，就是他。站住站住站住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让阿静姑娘给我们享福去。阿静，别动，快打他。阿静，别动。快跑！撤！你们放开他！阿静，
们两个给我看好了，我去报告卢少爷，如果让人给跑了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哎，大哥，卢少爷要的可是那个阿静，那男的一刀杀死算了，刚才我被他打得最狠了。混蛋，你我能做主吗？说实话，我也想宰了他，可没有卢少爷发话，敢吗？是是是是是，大哥，那您赶快去吧。啊，记着啊，那个男的早晚也是死，卢少爷饶不了他，关键是看好阿静，明白吧？大哥您放心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找他。要去，我陪你一块去。二老在上，卢天峰这厢有礼了。以前天峰有对不住二老的地方，在这儿给二老致歉了。您这啊，我今天是特意带着礼品来向阿静求婚的，求二老能答应这门婚事。啊，卢少爷，卢少爷，我们是小户人家，阿静他怎么能高攀呢？